起鸡皮疙瘩，有时候不是因为发冷或是害怕，而是听到一段非常好听的音乐，亦或是看到了电影震撼的一幕。那为什么听到好听的音乐或是看到震撼的画面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呢？嗨，大家好，我是阿维。如果你有这种类似电流通透全身的感觉，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说明你的播放设备可能有漏电的情况。开玩笑的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鸡皮疙瘩，又或是人们所说的皮肤高潮。当然，如果你喜欢我这类动画节目的话，记得按赞和订阅啦。好了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在我们每根毛发皮下都连着一个叫做竖毛肌的小肌肉，而当这个竖毛肌收缩的时候，毛发就会竖起来，同时让到皮肤变得紧密，造成中间凸起的现象，而外观也看起来像眉毛的鸡皮一样的疙瘩，所以就把它叫做鸡皮疙瘩啦。至于英文就叫做 goosebump， 鹅皮疙瘩。当然啦，今天重点不是这个，那这里就不深入探讨啦。而这个竖毛肌收缩的反应是由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所支配的。简单的来说，交感神经会在紧急、尴尬、兴奋和运动的刺激下工作，而这些运动和情绪反应都会使肾上腺素加强分泌，最终这个生理反应就会使心跳加速、呼吸加快和肌肉收缩等现象啦。那说到音乐为什么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呢？音乐的表现是多样化的，有时是愉悦兴奋的，有时是紧张振奋的，又或是有时候是无比悲伤的。这些音乐随着节奏与编曲，就会让人有相应的情绪反应，使到肾上腺素的分泌，进而出现鸡皮疙瘩的现象啦。好，这是生理上的，那我们接下来讲讲心理上的。这和人类听音乐的习惯有关。我们在听音乐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根据我们听音乐的经验来预期这个音乐接下来的发展。就算是我们没有听过的歌曲，它的旋律走向、节奏变化，我们大脑自然都会有个大约的预期。换句话说，如果有一首歌，它是完全符合你的预期，你肯定会觉得它特别无聊，对吧？就好像生活中，如果所有事情你都知道它接下来会怎么发生，每天上下课回家睡觉，每天上下课回家睡觉，每天上下课回家睡觉，那你是不是会觉得非常无聊？相反的，如果你对他的预期完全掌握不了，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的时候，你也自然会认为听不懂而对这首歌失去兴趣吧。所以一首好听到会让你起鸡皮疙瘩的歌，绝对是在你预期之中，但在某一段会突然来个预期之外的惊喜，而那段惊喜就是感到鸡皮疙瘩的瞬间啦。我有一个问题，有时候听一首歌听到会起鸡皮疙瘩，但对另一些朋友来说却没有感觉，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因为同一件事情或是一首歌起到生理反应，毕竟每个人的性格喜好、成长环境、脑部连结也不尽相同。性格和成长环境不同这个可以理解，但脑部的连结不是大家都一样的吗？好，在一项2016年的美国实验中，挑选出了两组人，一组是听音乐会起鸡皮疙瘩的人，另一组则是听音乐不会起鸡皮疙瘩的人。这两组人的性别、种族、年龄和音乐经验等等都差不多，但实验结果发现他们的大脑结构有着一定的差异。那些听音乐会起鸡皮疙瘩的人，脑部听觉皮质区与处理情绪相关的区域之间有较多的神经纤维连结，也就是说他们脑部的这两个区域传递沟通的效果比另外一组人更好，对音乐的敏感度可能会更高。所以假如你也是听音乐时会因感动而起鸡皮疙瘩的人，那代表你的大脑可能比自己想象中还特别哦。如果大家要测试的话，在下方的资讯栏里我有放几首在网络上大家都认为会起鸡皮疙瘩的歌哦，当然听后记得回来讨论你的感想啦，而且记得要从头播放，而不是挑着寻找高潮的部分哦。因为有研究发现，如果只是直接播放高潮的乐段和从一开始播放整首，虽然是同一首歌，但它们的效果差别会非常大。这是因为刚才也提到，由于大脑会不断的预期与猜测接下来的音乐发展，从中打破预期的惊喜才能使人起鸡皮疙瘩嘛。而一开始就来个惊喜片段，大脑可能都还没搞懂这是什么，你就带它飞天遁地的，这不是等于没有效果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叫大家不要跳着听的原因啦。那你大脑是不是比较特别呢？记得回来留言你的感想哦。还有记得要戴耳机啊。好啦，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不错的话，记得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也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最后当然是订阅和小铃铛啦，那所有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咯。我是阿维，那下集见。